好啦，各位，而家系十一月十二号嘅朝头早嘅10:12。咁咧，我而家就喺依个嘅西区裁判司署隔篱，即系以前嘅依一个黑警啊宿舍丢弃咗好多年嘅呢个地方。咁大家较为熟悉啲嘅地标就系依个嘅赵醒南。赵醒南咧就系喺依一个嘅大道西。皇后大道西系嘛，同埋咧就依一个嘅薄扶林道嘅交界嗰度。咁而家咧就突然之间咧，我哋就见到咧喺依一个嘅上薄扶林道啊，由下边啊西边街转入薄扶林道依一个嘅地点里边咧，就差佬咧冚家铲咧就切捻咗依一个嘅火炉啊，封咗依条路上边嘅。咁啊，點解封撚咗依條路上邊咧？因為依條路咧一上去咧，就係上到去嘅香港大學嗰度噶啦。咁好明顯咧，差人咧就而家咧就係唔想任何車咧就係上上邊香港大學嘅地方。咁佢會唔會晏啲啲有任何嘅行動咧？因為琴日咧喺依一個嘅香港大學嗰度咧，佢好多個學生咧就係喺潘咸道嘅地方咧就設置咗路障嘅，啊設置咗路障。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雜物啊喺度啦，有啲放火啊咁樣。咁嗰個地方入去依一個嘅瑪麗醫院方向同埋依一個數碼港方向咧，就係受阻嘅。咁咧，佢哋喺度設撚咗博洛咧，睇翻依度上邊咧，其實係一個巴士站嘅。咁有好多呢啲嘅街坊啊，等緊巴士嘅老友記咧，就係唔知就喺度呆等，咁咧就喺度咧就等緊巴士。就係唔知道咧，原來喺上面咧，其實咧就係冇車會再上嚟噶啦嚇，咁樣嘅情況。咁成條路線咧就係 block 撚咗。咁我哋咧就好擔心嘅，啲死黑警咧就會唔會下晝嘅時候咧會有啲任何嘅動作去入去依一個香港大學咧，就早咧就係 block 撚住啲路線咧，就係唔撚好俾人上嚟。其實而家你見到所有交通上面一啲嘅受阻咧，都係冚家產班死黑警咧喺度做噶。令到全香港的市民就是出入很不方便。今天大家都会知道了，就是譬如你看到地铁里面的差佬入去搞搞震啊，捉人啊，在地铁上盖的商场里面捉啲街坊去斗啊，靓妹老人家全部都不放过，在那里跳咩嚟佢哋啊，挑衅啲年轻人啊。大家如果今朝睇呢个 K 宝早晨啊 Now TV 的直播呢，其实你见得到呢，呢班黑警呢就喺度呢就肆无忌惮。嚣张跋扈搞鸠啲小朋友搞鸠啲年轻人，仿佛年轻人咧就系罪，就全部年轻人咧就系捉鸠嘅文化各方面嘅嘢，咁啊令到交通好唔等方便嘅吓。OK， 咁佢喺呢度咧无谂离头咧，就系今朝早冇任何通知咧就 set 准咗依一个嘅barricade 喺度，就唔俾车上嚟。咁而家唯一嘅车可以上得到嚟咧，就系你要喺西边街直上。西邊街直上，然後在第一街轉翻入嚟先可以上嚟啦。咁但係喺呢度轉入嚟咧，所有嗰啲嘅任何巴士線啊，譬如你四號啊、七號啊、37號 A 啊，去海怡半島嘅大巴士，全部嚟唔到啊，全部要改道啦，全部嚟唔到嘅情況啊。咁啊，如果而家就搞唔撚掂啊，就真係黐撚線嘅，我屌佢老母！咁佢封鳩鎖曬呢度咧，其實佢就好撚有大嘅情況咧，就係、是、嗱，我唔知道上面嘅地鐵站會咩嘅情況。咁啊，而家我都去上面睇睇。就會影響到任何上嚟增援香港大學嘅人流嘅做法啦。咁呢度咧其實就 block 撚咗佢啦，依一個位。咁亦都係好近呢個嘅七號差館啦。咁所以咧佢哋要增援咧係好撚容易嘅。OK。咁啊，無論離頭封撚咗條線，你呢度你睇唔到咧？點解巴士上唔到嚟？你門口嗰度啲人仲喺度戇居居喺度等緊車。是啊，你啲同事聲話聲俾佢聽啊。是啊，你咪上搭唔到車佢哋。OK， 咁我而家咧，我將佢喺興漢道嗰度上一上去香港大學，睇下個情況係咪有任何嘅路。係啊，佢封啲人唔俾上香港大學啊嘛。係啊。哦，慘嘅。係啊，所以你快啲同啲同事傾兩句啦。而家呢度全部係真空咗啊，冇車入到嚟。咁啊，如果行車嘅咧，依度又唔得啊！依度係另一個方向噶。咁你即係可以喺西邊街上
第一階轉入嚟就可以嚇。OK， 咁你睇得到啊？而家仲有啲街坊，除了一個戇鳩鳩喺度等巴士前面。OK， 係啊。咁我就好褪呢度啲學校慘啊！嗱，因為其實喺近香港大學有好多嘅小學噶，理星小學、聖安多尼學校，同埋依一個嘅潮商。嗱，如果佢間間有 tear gas 放題咧，依小學生咧其實就好大鑊啊！因為根本咧教育局個冚家產死全家楊遠雄咧，亦都冇叫啲同學仔咧唔好翻學。如果一間有任何狀況咧，其實就難搞啊！嚇！咁如果依街坊仲喺度等車咧，就大啦喎！冇車噶啦，封咗啊！係啊，趙醒南嗰邊封咗車，冇車噶啦嚇。好啦，咁啊嗱，呢度有一間學校啦，理星小學啦。咁如果佢一間有啲咩嘅大型衝突咧，依班同學仔咧就食硬嘢噶。OK， 咁我琴日喺我嘅節目裏面我都有講過啦。最好即係各位依度附近嘅街坊咧，其實就真係咧，唔好等你教育局嘅勸喻嚇，即係睇定啲先，即係 off 一個禮拜又好 ，off 幾日就好，等事件平息咗至翻落咧，其實咧對小朋友同埋對家長咧，都係依時好多。而家嘅做法咧，政府咁樣做咧，就係特登咧，譬如喺依今日路面上面有啲嘅衝突咧，而影響到小朋友咧，就令到家長咧民怨沸騰嘅時候咧。將嗰個責任咧又 shift 咗去依一個嘅示威者、抗爭者身上邊，而當然啦，佢哋攞一正牌亂鳩咁放 tear gas 咧，佢哋自己係完全唔會覺得有任何嘅責任喺度咯。大家都可以見到啊，近排嘅時間咧，差佬已經係完全係唔肯使你成本咁樣，有冇人都亂鳩咁射 tear gas 啊？嗱，依度有一間聖坡喺度嘅 ，OK， 靈月仙幼稚園。OK， 明愛嘅靈月仙幼稚園。咁如果依度應間喺潘咸道有任何嘅 tear gas 嘅放題咧，其實依啲嘅小朋友咧係全部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係俾煙霧彈咧、催淚彈咧係會影響到嘅。OK， 咁啊唔好講民居先啦，即係最緊要就係小朋友啦。即係你會見到香港嘅特區政府係完全。唔会理小朋友嘅福祉啊，唔会理人身嘅安全，佢只要达到目的咧，生命啊、民生啊，有任何坏嘅影响咧，佢系完全系唔肯担心嘅。嗱，而家我上去睇睇，就到香港大学门口噶啦，睇下有冇再冇 set barricade。但系照计今朝咧，因为我嘅亲人咧系喺薄扶林翻数码港嘅，咁变咗咧，其实佢今朝都冇受到任何交通上面嘅影响。我就睇唔到個原因，點解班死黑狗咧要封撚咗下面嘅趙醒南嗰邊嘅地方啊 ？OK， 咁同埋咧依條路咧，同埋依個潘咸道轉博富林道咧，亦都係入去瑪麗醫院嘅必經嘅地方嚟嘅。OK。是瑪麗醫院嘅必經嘅地方嚟嘅，好多嘅人咧，你都知道啦。如果你屋企有親人又要睇醫生，就去瑪麗醫院睇醫生、打針啊、做化療啊，佢老母臭閪咧，其實咧就好大影響。咁啊，特區政府係完全係唔撚諗呢一樣嘢，係要搞搞震，係要搞撚到民生嗰啲開心為止啊。OK， 嗱，我而家上到香港大學啊。我係會比較喘氣少少，因為係好撚斜啊！即係住香港島啲人係長命啲，點解？因為行得斜路多。三罷冇人支持就緊㗎啦！香港市民咁撚中意翻工，有撚計啊？高地價政策唔撚翻工，大家冇撚得錢供屋、瞓街啊、食屎啊，邊有錢去旅行啊？個個都係咁樣樣去諗。還就緊㗎啦！今時今日香港搞緊到個唔係琴日發生嘅事嚟嘅，係過去啲咁多年大家選擇咗沉默做港豬嘅共業嚟嘅。好啦，上到嚟啦，大家睇下得到啊！香港大學蘇花依邊咧係非常之平靜嘅，係冇嘢嘅。當然啦，屌你老尾，
呢啲民建聯嘅吳家產嗰啲嘅 banner 嘅俾人整爛就緊噶啦。嗱，依度有好撚多民居同埋學校嘅。嗱，就依間係聖坡啦，後邊咧就係梁振英讀嗰間嘅冚家產英皇啦，唔係應該係冚家產梁振英讀嗰間英皇啦。啊 ，OK， 前面就聖士提翻堂啦，係好撚多學校喺度噶。如果佢夠膽衝入嚟香港大學做依一樣嘢，亂放 tear gas， 係一件好撚大件事嚟嘅。好多小朋友、中學生、小學生、幼稚園學生喺依一區，依個係一個名校區，出名嘅名校網嚟嘅。任家產死黑警，所以任何嘅家長都要屌你老母，企起身反抗任家產嘅暴政。任家產屌你死黑狗，林鄭月娥政府所有依啲嘅問題。好啦，前面咧就係聖安多尼堂，我嘅堂區。好啦，我已見到個黑狗咧，架車喺前面啦。如果有任何人士入咗聖安多尼堂，佢夾硬衝入，我第一個時間出嚟屌你老母，趕鳩你班冚家產死魔鬼走！我都希望今日真係冇事啊 ，Cherry。我唔想喺依一區我住嘅地區咁寧靜、咁 peaceful， 縱慾咗咁撚多人才嘅一個人傑地靈嘅香港大學。潘咸道、薄扶林呢個區域會受到嗰啲冚家產黑警嘅魔爪。好啦，嗱，而家就係聖安多尼堂。聖安多尼堂咧，亦都講緊到明噶啦，會收留一啲咧喺示威裏面咧需要幫助嘅抗爭者去咩嘅。嗱，而家你見到一個就係交通警咧，開始指揮交通。是他是 block 撚咗薄扶林道啦，大家去見到他已經是 block 撚咗，佢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封鎖咗香港大學噶啦。你見到他哋係封鎖咗香港大學 ，OK， 佢係將香港大學變咗做個死城啦 ，OK， 嗱，依家有三個嘅便衣警察喺度嘅，啊，佢哋已經是 block 撚咗香港大學噶啦。佢依家就係將香港大學咧就截斷咗出面所有嘅聯繫，薄扶林到上去都上唔到，佢 block 撚咗，大家睇未到 ？OK，Hello， 嗱你睇到啊，佢將啲所有嘅車輛唔准佢上去。嗱，所有如果啲人戇居居揸車去瑪麗醫院打針睇醫生咧，就頭可能都埋啦。系啊，睇车啊，伯伯。系啊，佢系封咗一条路啊。你睇下，扑街！即系揽啲学搞啲学校做乜撚嘢咧？嗱，依度落去咧就系圣安多尼堂同埋圣雷斯，成个区域咧，头先都讲得到啦。凌月仙、李星小学。上到嚟再過啲就係禮賢會、聖 Clare、聖安多尼堂學校 ，OK， 聖坡、聖士提反堂，再過啲就係去到柏道就係英華同埋依一個嘅聖士提反女校，全部都係名校區。好啦，過到嚟依邊落去咧，喺山道嗰度咧，全部都係幼稚園。依、這個下面山道裏面有一間幼稚園喺度嘅。一間如果你冚家產，你 tear gas 放題，你點撚樣對得住依班細路仔？屌你老母！根本差佬就有心玩嘢。嗱，跟住就圣彼得，我话俾大家听，呢一度系好捻大镬噶，成个区域都系学校嚟噶。OK， 呢一度落去，你有几捻多幼稚园？有几捻多小学，几捻多中学？杨润雄，你冚家产竟然唔捻停火，你而家派差佬嚟搞阵？你睇下呢度有间圣安多中英文小学幼稚园，喺呢一个位置，如果你喺上面一射嘢，
呢度全部係受到，唔好講問民居，你叫一時之間啲家長點樣可以疏曬班小朋友？冚家產樣樣同，有啲小朋友有啲乜撚嘢事？屌你老母，你死二十次你都唔撚掂啊！佢已經係擺明圍堵香港大學噶啦，好老實講，封撚住曬噶啦。好啦，前面呢間就係聖彼得學校 ，OK， 又係另一間，一間如果有爆發衝突嘅咧，係會受到影響嘅學校嚟嘅。冚家產，你依一區你唔撚停課？你而家你封鎖咗香港大學，屌你老母，閂埋籠打狗捉仔。嗱，依家仲有潮商喺上面。OK， 全個區域都係小朋友聚集嘅地方，你班黑狗搞乜撚嘢？我哋仲交税，交税賣出去打俾我哋射我哋嘅小朋友。依度就係聖彼得。如果依家有啲咩撚嘢衝突，咁撚多間學校嘅小朋友一時間要疏散，我問你點樣搞？利用學校區嚟玩嘢，我屌你老母！OK， 大家睇到我冇撚路點，大家嗱，而家我喺山道行翻上去咧，就係就是、香港大學噶。所以如果各位家長，你真係愛錫你自己嘅子女，自己停課唔翻一兩日學，其實係冇撚問題噶。你一間佢一定嗱，冇俾我估撚中，佢實嚟屌你諗，你諗下佢如果佢唔係冇有目的，佢唔會封撚曬啲路，係咪？屎忽痕啊，系咪？佢点解要封路啊？大家谂下，嗱，潮商就喺度啊。咁啊，超哥就好捻醒啦。超哥就系第一时间即刻佢个爱女唔肯好翻学，冚家铲。好啦，我而家上到去香港大学嘅黄黑径楼。根本就冇必要要封路。琴日呢度有路障嘅，我而家睇下啲情況點樣先。路面係全部乾淨到不得了 ，OK， 冇撚曬問題。咁你封撚曬呢啲入去香港大學嘅路做乜撚嘢？嗱，對面有黑狗啊，睇唔睇到啊？有狗啊，對面。在那度揸住个镜影紧嘢啦，啊！呢度差人啦，你影我啊，影你啦，系咪？做乜撚嘢咧？家长想入唔到，小朋友想走唔知点走。嗰位家長趁未有事嘅時候，我覺得你哋應該要早啲去接你嘅小朋友走啊！琴日依個路面係封咗嘅 ，OK， 而家都係清理得七七八八啦。OK， 依個位又係有仲有少少路障嘅，上面未見有大學生集結，因為今日香港大學係停課嘅。OK， 依度咧你見到咧。嗰、那個嘅地鐵站出口個玻璃咧係碎裂咗，係有嘢跌緊落嚟嘅。小姐，冇車上嚟噶，封咗啊，冇車啊！依個大學生嚟噶，大陸生，睇唔睇到啊？封咗啊，冇車入啊，嚇！咁啊，所有啊，我原唔係喺度言聳聽，亦都唔係想搞騷亂，但我想俾一個客觀嘅分析，大家等我中肯嘅現場實地報導俾大家。而家你見得到喺呢個學校區，政府使用佢哋嘅走狗黑警去封撚咗任何可以入到香港大學嘅一啲支援嘅道路嘅路障，大家睇撚到啦，唔俾車輛入嚟，亦都可能封鳩咗呢一個出口，因為香港大學嘅地鐵站嘅出口啊 ，OK， 你去邊啊？
山道。对，要下去山。你去那边过翻马路，行翻落去，吓去华侯大道西 ，OK， 德辅道西吓，冇车噶啦呢度 ，OK。No car is coming. They block the road. All right. 冚家產嗱，依個已經係封咗個站啦。OK， 咁啊，今朝早我都知道啲黑狗已經係搞緊中大啦。OK， 咁啊，我會覺得咧，而家睇一個客觀嘅一個嘅現場嘅睇法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啲嘅 action 咧。是會對香港大學做啲嘢啦，因為今日已經係停咗課，所以其實冇必要要封博富林道，嚇冇必要要封潘南道 ，OK？ 咁啊，各位家長，如果你有小朋友讀緊聖安多尼堂、李星小學、靈月仙幼稚園、聖安多幼稚園、啊聖保羅中學、聖士提反堂。英皇中學嚇，依啲學校咧，大家你認真諗一諗，係咪應該要喺 lunch 時間咧，將你嘅子侄咧係撤離依一個嘅地區 ？OK， 唔好俾黑狗一間咧亂嚟嘅時候咧，影響到佢哋。嗱，最高危嘅情況咧，就係今日下午嘅三點開始放學嘅時候咧，如果製造一個混亂咧，係依一度咧係好大件事嘅。嗱，我唔係喺度危言聳聽，因為過往依咁多個月裏邊，我未見過。香港嘅特區政府或者啲冚家產黑狗，係完全將香港人嘅福祉、性命、身家、性命、財產、安全係兼顧到嘅。喺商場裏面放催淚彈，小朋友、老人家、老人院，大家都見到啊！幾間學校佢哋 don't give a fuck， they don't give a fucking damn。太子站啱啱封咗站。氣氛係好唔對路噶，所以我如喺度懇請所有喺呢度翻緊學嘅家長，希望你哋盡快將你哋嘅子侄撤離開學校裏面。氣氛係好肅殺嘅，而家成件事係非常之好似有風雨欲來嘅一個嘅感覺。OK， 自己真係要停課，各位家長唔好翻一日學，唔會死人嘅。唔好攞自己嘅小朋友嚟開玩笑，到有啲咩撚嘢事嘅時候咧，射撚咗出嚟煙入學校啊，射撚親小朋友，射撚到校車咧，即係依啲嘅後果咧，大家都唔撚想見到。唔翻一日學就好撚簡單，唔好撚以為翻學會屌你老味，唔翻學會死人。自己停課，唔好俾教育局，唔好俾冚家產楊潤雄搞撚到自己嘅資質。小朋友係我哋嘅未來。OK， 我如喺度懇請各位家長嗱嗱臨，亦都希望各位網友將我依條片 share 出去。俾所有喺度讀書嘅家長知道而家個情況會係點，校長係唔肯會打電話主動同啲家長講嘅。OK， 依班校長都係人渣嚟嘅。OK， 校長，琴日當黑警喺依一個位裏邊射催淚煙、射催淚彈嘅時候，然後依一個嘅下邊嘅潮商學校。的校長只叫超哥去接女，超哥即刻屌佢老母，是不是痴撚咗？你明知琴日都會搞罷課，你仲要啲小朋友翻學做乜撚？希望各位大家嚇、真係唔好慳過一兩日學，自己 office 日假翻嚟接翻小朋友走嚇、OK， 你睇個地方係好肅殺嘅。OK， 是風雨欲來的前夕，他封曬入嚟香港大學的道路了已經。OK， 嗱，我一路入香港大學睇睇個情況是怎樣。而家咧係未見到有任何的大學生咧喺香港大學裏面嘅。OK， 因為今日真係停咗課啲。宿生咧可能仍然喺個 dormitory 或者喺校園嘅 building 裏邊 ，OK， 咁依度就唔平時依度係人頭湧湧嘅，但係今日就未見有學生喺度 ，OK， 咁啊仍然好勤奮啦，大學裏邊嘅職工就喺度做緊佢哋嘅 duty 啦，但係未見到有任何個學生嘅。
OK， 我相信咧，而家個部署咧就係、是、如果有學生喺度做一啲嘅啊路障啊啊投擲雜物啊或者 whatever 咧，差佬咧就帶條女即刻衝入嚟啦。而我相信咧，佢哋應該係未有 warrant 咧，係衝入去大學裏邊嘅。OK， 咁而家就係布防擺棋，有啲乜嘢風吹草動咧 ？OK， 就殺入嚟噶啦。我真心希望各位家長，頭先我所講學校裏面嘅家長認真諗一諗，接翻小朋友走，無謂喺衝突之下令個小朋友受傷害，擔驚受怕。大家見唔到有任何一個學生喺香港大學噶，冇 staff， 冇教師，冇 lecturer。OK， 見到一個大學生。靜到不得了，平時而家依個時候十點幾咧，係人頭湧湧，準備上堂嘅小朋友，係好唔尋常咯、啊。撲你個街！嗱，冇人㗎。校園就刪咗噶啦 ，OK， 全部課堂係刪曬啦。阿孫中山先生如果喺度咧，真係激到春袋都出煙啦，係全部學校區嚟噶。啊，呢個啲同學仔。我呢度就聖波 boys， 成間大學咧係冇救曬人。各位老友，今日就差唔多啦。OK， 今朝早咁大家起俾一個客觀嘅分析，大家睇睇而家個交通情況，差人點樣去封路，同埋校園裏面嘅情況會係點樣 ？OK， 咁啊。我唔係好擔心香港大學嘅大學生，因為佢係畢竟都係十八九歲嘅年輕人，附近裏面嘅 under age 嘅小朋友、中學生、小學生同埋幼稚園學生，呢啲嘅佢哋嘅 well being 係我哋做家長應該要兼顧嘅事。OK， 教育局係俾一個錯誤嘅指引。OK， 教育局係揾啲我哋嘅指責嚟玩，攞佢嘅性命開玩笑。唔係我哋嘅示威者對佢哋有影響，而係死黑警，大家都有目共睹，佢哋係 tear gas 唔肯使錢嗰隻，亦都唔會理會無偏差、無偏頗，任何地區、任何人等，佢都會射區催淚煙嘅。琴日喺泰安樓我已經練教過，今日都會唔會太平噶啦？嗱，而家你睇下成條潘咸道係前所未有咁消失。我應該有個 freelance 嘅記者，應該係好啦。有架車就塞咗喺度。好，今日暫時係咁多先。有啲咩嘅情況，再同大家報道。OK， 祝大家平安。亦都希望各位家長，如果有子就喺呢一個校區裏面翻緊學嘅，真係唔好擔心過一兩日學唔揾到嘢，唔會不唔揾到業，唔會冧班，唔會考唔揾到試嘅。早啲撤退你哋嘅小朋友，離開呢一區。OK， 祝大家平安，祝願大家平安。